我是立法委员，我今天的职责是在立法院让国家的总预算能够顺利三读。至于内阁是不是改组，这是总统的职权，并且我相信总统和院长会有最好的讨论。因为有就昨天就有消息在传出，说好像原本要总辞的苏院长，最后好像还是会留下，因为前副总统昨天问他到上面的院长，因为他是行政院，今天又要讨论那个新会籍的书面报告，觉得留下来的意志还。其实关于内阁改组的问题哦，这几天我回答了非常多，尤其像昨天哦，有人问说是不是有要休息等等，那我也回答过，但是大家好像把我的回答哦，这个上下半句哦拆开来解释，那我再说一次，其实我的说法是，院长非常的感谢国家总统人民给他这个机会，能够为台湾来做事，喜欢做事，会做事，一直是苏院长的风格与态度，这也是他最高兴的事情。所以不管在什么位置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，只要能够为台湾做事，都是他喜欢的。袁秀明的角度啊，会希望院长继续带领大家冲冲冲，还是希望他可以稍微休息？我们家的风格一向，我们家一向非常紧密，家人之间彼此做的决定都会互相支持。会，传出来，院长可能会继续留守到春节后才改组，那怎么看？内阁改组是总统的职权，那内阁是不是改组，既然还没有决定，那么内阁改组的程序也有一定的时间，这个都等院长跟总统一起讨论过后会跟大家报告。如果这个内阁改组的话，就是大猫，你没有觉得其实他们都已经觉得问完了反正绕来绕去，我都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到2024的选举？对不起，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这个内阁改组如果不大的话，会直接影响到2024的民进党选举。民进党之所以希望能够胜选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八年来蔡英文总统带领的台湾路线是对国家最好，也是对人民最好，这个路线希望能够延续，所以民进党及我们执政党的委员希望在2024能够胜选。